哎，各位好，哎，今天这视频啊，发生在美国的 Wisconsin 的一个小城市里。哎，有几个黑人姐姐啊，大半夜哎开车出来溜达，结果呢，在一个限速25英里的地方啊，哎，他们开到38英里，这警察拦他们的时候呢，哎，他们也没停，直接开一商场停车场来了，警察跟过来了，哎，告诉他们停车检查，哎，你们得回车上去。这姐说：“现在那么晚了，检查嘛检查。”然后他接着往商店那儿走，啊，店子买东西。警察一把把他给抓住了，告诉他：“你不能走啊！”姐说：“嘛玩意就不能走？我买点东西就出来。”然后他把警察给甩开了。这小闺女倒还挺听话。警察告诉他：“你回车里去。”小闺女回去了。这姐就快进去了，这警察赶紧跟过来，告诉他：“你别走了啊！”这姐说：“你这干嘛呀？值当的嘛。”警察说：“别废话啊！”把胳膊给我背后啊！哎，这警察就垫子给上铐了。这姐一看这个，当然就不干了。哎，她就跟警察证伪。警察说：“你别证伪啊！哎，你这可是拘捕啊，罪加一等。”下面这点视频啊，因为这个执法记录仪啊晃悠的太厉害，哎，所以我给掐了，因为你嘛也看不见，而且还晃得你直恶心。哎，这阵儿啊，警察已经把这姐姐给制服了，哎，背铐也给上上了。这姐不服啊！哎，问警察，我犯嘛罪了啊？你那么对待我，拿你那玻璃盖使劲顶我后背啊，我都喘不上气儿来了，你差点把我弄死，你知道吗？这时这姐姐这几个朋友啊，从车上也下来了，哎，一人拿个手机啊，哎，就在这照。这姐姐在地下坐着啊，越想越生气，对警察破口大骂：“我你妈怎么的了？你们抓我啊？好，这大嘴张的啊！”太他妈震撼了！警察说：“刚才你超速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我那警灯也亮了，警笛也响了，你为啥不听？”姐说：“我没看见警灯亮，我也没听见警笛响，这大半夜的啊，马路上也没车，我还能飞了不成？你抓我就抓我吧，你用不着拿玻璃盖顶我后背吗？啊，我都喘不上气儿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差点没把我弄死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喘不上气儿来了，啊，你还压着我。”然后这姐姐啊，哎，一脚就踩那栏杆上了，那意思再证伪证伪。警察说：“别闹了啊，你现在已经被捕了。”姐说：“为嘛？你凭嘛抓我？我哪错了？”警察说：“我们刚才把你拦下来了，对吧？让你回车里，你不听啊。”姐说：“那我不得买东西去吗？”这几个警察一看，这大姐简直是不可理喻，也懒得跟她废话啊，哎，就直接把她摁在警车这儿，开始搜身。这是美国警察的执法程序啊，哎，抓起来以后先搜身，看看身上有什么违禁品啊，有什么武器嘛的。这姐就喊：“您别碰我啊！我跟你们说了啊，我身上没有武器啊，您别碰我！您凭嘛抓我啊？我哪犯法了啊？你还拿玻璃盖顶我后背啊？你垫子干嘛？你告诉我，你垫子干嘛？你压得我都喘不上气儿来了啊！你垫子干嘛？”你们是人民警察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们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。这阵警察说：“你叫嘛名字啊？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医疗服务的话，啊，我们可以帮你叫救护车。”姐说：“你给我滚一边去啊！我朋友刚才把所有这些事儿啊都录下来了啊！你们刚才那就是谋杀啊，差点就把我给弄死了。”这阵这面这几个警察呢，还去研究这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呢？这大半夜的，也不是嘛大事儿。哎，然后他们就觉得，哎，给这姐来一个 sig bond 吧，就是 signature bond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签名宝石，哎，也是一种宝石金，但是呢，你不用交钱，你签个字就行，哎，签完字呢就不用抓你了，你可以回家，但是呢，哎，开庭的时候你得来，或者法官叫你的时候你得来，你不来呢，哎，还得罚钱，就这么个东西。然后这警察就告诉这姐姐啊，一会儿啊，你在这 sig bond 上签个字儿。哎，你就能回家了。这姐跟那警察说：“你得告诉我你叫嘛名字啊，因为你刚才差点弄死我，你知道吗？”这警察说：“你看，你又胡说八道了吧？啊，我这执法记录仪上都录着呢。”这姐说：“这么多人了，为嘛非得抓我？你给我那 sick bank 啊，我签。今天是我生日，知道吗？”过一会儿啊，哎，这车停道边了。这警察过来啊，把车门一开，哎，跟这黑人姐姐说：“他一会儿啊，我给你这个 sick bond， 但是啊，我得给你解释一下，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”这姐说：“你不用给我解释，你给我就行。”
警察要接受我的工作啊，我必须得给你解释清，解说用不着啊，我以前签过这玩意儿。警察说那随你便吧啊，容我帮你下来嘛，解说用不着啊，我有两条腿啊，我也不会伤害你们，我也没有武器，你们只要不碰我就行了啊，看看我这身啊，哪都是轻的啊，别碰我了啊，我现在觉得受到威胁了啊，你赶紧把那个 sick bond 给我啊，我签完了我回家。这警察说我觉得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，这解说真用不着啊，我知道这 sick bond 是怎么回事，我现在就想回家啊，然后这姐姐啊吭吭就奔车头去了。这警察赶紧告诉那警察，你过去过去赶紧扶点他吧、啊、一会儿他带跑了。解说往哪儿跑，你们都有枪啊，我哪儿也不跑。然后他又跟抓他胳膊的警官说，Sir，我现在觉得受到威胁了，你能不碰我吗？警察说你冷静一下啊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哎，这个 sick bond 是怎么回事啊，然后你签完字儿了就能走。然后警察就告诉他，哎，这他到底犯了嘛罪了，什么超速啊，拒捕啊，无证驾驶啊，哎，反一大堆。看来这姐姐啊也是个社会人，哎，这个案底累累啊。最后的警察问他，你明白了吗？那解说我明白了，你快给我比一把，我赶紧签完就完了。然后这边的警察啊，哎，就把他那铐子给他了，好签字啊！哎，这姐姐还一直骂，那意思就是刚才你骂打我，哎，差点就把我给打死了。一看那胳膊肘，哎呦，还真的血肉流烂的，给这姐姐气的，一把把那 stick 棒子就抢过来了。这警察啊也不生气，告诉他，哎，就签件，哎，签件。这姐在那咔咔咔咔咔签完了以后，然后把那底帘甩给警察，跟警察说，你看看你把我生日搞的。警察说不是这张，是那张。这姐一看把那张都揉烂了给警察了。这警察把那纸铲平了，告诉那姐姐，哎，你现在能走了。这姐说，去你妈的。今天这视频就到这儿啊，谢谢大家观看。